又发现一只野生大蟑螂，带我擒住这小强。我靠，头都扯掉了，幸亏我按住了他这个须须，应该跑不掉了。等我调整一下姿势。兄弟们，又抓到了一个南方大蟑螂，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还大。走，拿去喂龟。来，吃不吃？吃不吃？上次那只蟑螂全部给那个巴西龟吃掉了，这一次干脆直接全都喂给鳄龟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靠，看来是真的饿了。等我丢下去。喂，我靠！你快走，快走！我靠，跑掉了！妈的，跑掉了！跑了，蟑螂跑了。瞧你激动的肺。